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猪小猪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很多实况人都很风靡的一款游戏，叫 Happy Wheels 快乐轮子。我会把玩的网站放在下方，对，介绍那边。话不多说，开始进去玩。我不想要玩这种社区赛道，你知道吗？这种社区赛道感觉就不会很好玩。我们找时间再来玩好了。我们先玩的。大家自己很多大大手制作的地图，那我们先来玩第一个，丢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哎。哦，这个，哎，卡住，不要卡在那里啊！哎，我抓不到你，这样。好的。哎，你有卡那，你卡那是很舒服是不是？等下，丢啊！哎、欸，你卡在哪里？这个捡不到。Oh God！ 他刚刚是不是说……哦，欸、是我现在还活着吗？好吧，我死了，这不算。我抓不到你，我抓不到。我记得我之前，哎、欸、抓到，我、哦、有了，儿子你去死吧，老爸在这边欢呼，好吧，有点跨平台，那我们玩下一关吧 ，Minecraft， 看起来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啊，吓死，等下，该不会杀我自己吧，不是。冲完！钻石剑，好的，哇，一箭三雕哇！我操，太神了哇！等下我玩 Happy Wheels 虽然不是很久，是第一次一箭，等下。举起来呀、啊！用你的双臂，用你使出你吃奶的力气。往前。看到了没有？耶！我好厉害！我真的超厉害。下一关。什么？巴拉巴拉巴拉。好啦，我看不懂了，不要欺负我。是我们两个是要比吗？等下，我 ，You lose， 屁啦，他叫到那么准，为什么？喂，胖奶妈，你也给我，你看他每次都那么准，胖奶妈，给我拿起剑来呀！我干嘛自杀？胖奶妈。举起你的剑来！来嘛！你这个大兵打太久了，起来啊！我不想看到 “you lose” 这几个字。我抓不到啊，这。胖奶妈。来嘛，拿起你的剑！我的剑，你的剑，你好剑，呵，没代志。拿起你的剑啊，奶妈！你真的很肥呢，叫你减肥不减肥？我可以接那一把剑吗？我们试看。可是我们先把这把剑举起来，使出你的小手速。好吧，算了，我有点放弃，快放弃了。我这个奶妈根本拿不起他的剑呐、啊，是吧？剑。不带劲，不要油路，油路是一直讲的屁，那么久啊！算了，我放弃。这个游戏有 bug 啊，我们重新进来再试试看，你知道？来吧，加油！坐姿体全忘，呀，啪，有了，可是来不及了。嘿，孩子，不是很屌，不是很准，不带劲，
我终于拿到剑，来吗？突破他的极限了吗？再拿一次，快点快点！哎呦，那么难是不是？秀妮，秀妮，秀妮，举起你的双手！哎呦，你在抓哪里？等等等，你在抓哪里？我抓，我抓，我抓！哦，很变态你！哎呦，我知道你是女的，可是也不必这样哦！不要再抓了哦，算了。我妈丢啊！这，哎，不要再过了！抓到了！哎呀！Oh my leg！ 看到了没有？喂，你呢？噔噔噔，八秒，帅气。下一关，咦，我按错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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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个网站等下我会贴在网影片下方，不用担心。那你先把这擦擦掉。那个人我没有了。我知道你这个视角不太好。我们进去要把它跳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这一进来就这样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这。哇、哦，是我先，哎、欸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哇、哦，那个往前是那个是上面的剑哦。冲啊！不要被拉回去，你的毅力在哪里，老头子？哇！为了大奶妈的着想，哦，他会不会跟大奶妈是同关？有了有了，再往前一点就到了。我知道你行的呀，大奶妈，我来找你哦。啊！放掉，再往前，放掉，再往前。哇！往前啊！你的毅力在哪里，老头？老头，你毅力在哪？老头，往前就差这么一步，我人生就是要这么悲惨，是不是？哦，天哪，不知道玩多久了。啊，往前，你的毅力在哪里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怎么还有啊？这欺负我一个老头子啊！哦，天，我快不行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啊，往前呐、啊，老头。老头，你怎么还是那么的烂呢？啊！可以挣脱这个，好吧？看起来像是不行。哎，嗯，等一下。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回防那一种。我可以挣脱吗？是试试看是。不行，这样这样，一定会死的。好，看起来真的会死。往前呐、啊，老头！老头，往前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老头的运动。哎，往前呐、啊！你怎么这次毅力变那么弱？我知道你快不行了，但是不能因为这样而放弃你的梦想，你的老婆和孩子。哎，这样好像比较快。呀吼！往前 ！What the fuck？哇！往前啦、啊！加油！依靠你的毅力，你的妈妈啊，不是，你的老婆的。看到没有？我就知道毅力是一定能赢的。好，早就知道那样比较快，我干嘛不能早点那样？下一关，好，反正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有毅力。哎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哎，掉掉掉！我没抓到他，是电。噔噔噔！嚯、哦，可是没有把那个小孩炸死。其实我不太，我要把你戳死，没把你炸死，我要把你戳死。儿子，不是孙子。我们重玩一下，我想把那个。哎，抓住他！哎。哈哈哈！爷爷像你。咦、呀，哎，没抓到他、哎，有了有了，去死吧，孙子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西瓜，你怎么可以？好，下一关。好像也不是重点呢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拍了多少。
好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发现我拍了9分多钟，现在已经10分多钟了。没关系，还好啦。我是 by my me，这好像丢剪的吧？对，没错，丢剪。噗！哇，有了。下面那小孩在干什么？他在……哎，掉，怎么没丢出去呢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要吃下面那个。啊！浪费一把剑啊！好，我死了，很好。一呀，行，来一只。等下，不是吧？我没有要给你那么多串啊！你这一把剑就好，一把。好，把那个哦，我的剑啊！天哪，这！不是，不要吃过去，算了，放掉。啊，不是，我不要跟你殉情呐，孩子啊！老爸可是有练过的，懂吃懂吃怕。我快忘记怎么丢了，其实我很少在玩丢剑这个，怎么举不起来呀、抓住他了吗？我有抓住你吗？等下，上面的，对，就是你。天哪，一个人需要三把，等下，稍一点，这样就好，对，抓紧哦，你怎么举不起来呀、这个，My God！ 算杀死一个。天，我在干什么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没劲了。人肉串烧，小孩人肉串烧，要这个就丢了。等下又浪费我的劲太多。大妈，天哪，你怎么坐在那？不会痛啊？掉。没丢到。不。原来我脚还可以动啊，这不合逻辑呀、这小孩创造，来送你一把剑。没有，要送你三把的，那不是买一送一的这？买一送二啊？算了，丢，有种！我的剑呢、中，帅！太低啊！不！干嘛？丢太高了，这！我丢，我好像已经抓到一些丢进的，不，没那么久啊！吓死我！这一关还算可以接受，可是为什么我的剑一把一把的没有？干嘛？你们在干嘛啊？各位要死了！丢到了吧？这个。剩两把。不！剩一把。就剩你了，王者之剑就剩你了，这样丢吗？往前啦、王者之剑，举起来！天，我的一整关都浪费在这里了，
啊！太多剑，浪费在这，浪费在这啊！哇！啊！啊！没丢到，有了，更多把剑。哎呦呦，这就是剩后面那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哇、哦，我的剑啊，这什么造孽啊！用，女生用后来剑。哎呀，不要再，我这那个人小孩有点可怜了、啊，知道吗？这动作不太好啊，十八禁哪个？哎，不是吧，又要没了。啊、不要没啊！我急性子。不是吧？又剩一把，天啊！你知不知道他这手臂多烂？这把就是用不起啊！你就硬要他用，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放掉了，我掉浪费一大堆金在这上面。哎呀！啊，太低了，太低了！啊，算了，我放弃这个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对不起。再找时间来用吧。下一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、哦，其实我对这个很有兴趣的啊。看到没有？我让。喂，哎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对我做什么？啊，没有，看看，噗，啊，痛！我们要殉情而死。哦，哎，这可以干什么？哎，哦，我飞到哪里了？哇哦，这不太对呀、啊，这。算了，我们直接正常99%不可能。那我 calling 99%不，哎，交给我。Oh my 屁屁！啊，我的屁屁！哦，怎么那么刚好啦？哦，天哪，小屁！天哪，你这。天、啊，你脖子不是很屌吗？哎呀呀，王后，哇！有，刚好过。哎呀，有，刚好过。就是你这个小屁呀、啊，刚好我没有过呀。对，我们对，这个老头子啊，不好对付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哦，有啊！呀，这好像真的很难用。哎呀，不要跟我啦！哦，很臭呢！有没有在擦屁屁啊你？哟，不要！我还在。哇！哎呦，不要来挡我啦啊！麻烦！哦，很好，挡到点，不错。这可是……哦，天啊！你的蛋蛋会不会很痛啊？这哇！哟，等一下。干嘛啦？你是我要死了是不是啊？有种你再叫一次。Oh no！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。我不要一个。等下这是什么动作啊？这。
我这怎么样？我也不是个童子。喝了喝了，不要再叫了啦！你那么叫那么多声，是不是？这什么动作啊？这等一下，这。等一下，我要摆脱这东西，超阻挠的。哎呀！三小，往前拿、啊、这烂游戏呀、啊！我怎么会来玩这种游戏给大家看啊？哎呀，玩完这关我就不干了！哇，怎么没有？哇哇！哎，你这次没叫哎、欸！哇！干嘛啦？叫什么啦？我都没叫，你在叫三小啦！哦，我这屁屁上一直疼的。Oh my god！ 对，这有。Oh my god！ 我放弃啊 ！Oh my god！哦天，哦我们，等一下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用后面这个可不可以？等一下，往后翻转，啊、哦，不要喷那么远。啊、哦有，可是这好像真的有点高呢，你知道？我们该直接冲到对面去那种，这样的，等我们重新，我觉得这办法可以的。你在这后面，不要用你的屁屁去顶他。哎，等我调个位咋说？怎么没弹到啊？这不好弹啊，这个不好弹啊，这。有，就让它这样落体，对，这样。哎呀，差一点啊，这有机会，这有机会啊！哦吼！啊，真的没有落到底，飞太远了。哎、啊，这会死人的呀、啊！这老婆，哎，这还在活动。哎呀，差一点啊，这！咦、yeah. 啊！哎，我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吗？你如果这样还活着，我佩服你啊，主角。太低了，这不可能啊！这还怎么摔烂的？对啊！哦，这角度不错、啊。哎呀，这麻烦呐、啊，有点烦躁。啊，一直按重新呐、啊。第一次玩就可以玩成这样，算不错啦。这，是要我怎样啊？这，哎，哎呀，怎么没顶到你呀、啊？啊！我都想，我有时候会消音一下，就是我想让大家啊，哇！你妈呀！我的妈呀！这刚那一次操啊！唉，你这样还活着，我就佩服你。99%不可能，我有点相信你的、啊，突然好相信你啊的，
啊，怎么没收到？哎呀，不要再往前跳啦，我叫你往后啊，不是头，是脚。哎，算了，我快放弃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拜托，往后，往后啊，不要太前面啊，拜托，你知道这超不……你他妈的有叫你飞那么远吗？Oh my god！ 我到底拍了这多久啊？这一集就花了我多久的时间？发射！为什么？有了有了，我们让他自由落体，我什么都不动他，拜托！可是你还是我……啊！咦？妈的，有叫你飞那么小啊？这有点矛盾，没叫你飞那么远，没叫你飞那么小。哎呀，这……想哭啊这，唉，我失败了多少次啊！飞呀！唉，哇，哇，痛啊！痛海。痛海，不是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可是好像飞太低了，就输了。咦呀，真的，哎，咦呀，咦呀，哎。我就还是想用这个破关啊，这比较快啊，这不然要玩到什么时候？跳那个不知道玩到什么，唉，我先暂时放下吧，拜托大家不要那么惨的。我不知道我拍多久，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等我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拍了20几分钟啊，所以我快放弃。这一局玩完我就不玩了啊，真的，这是下一局啦。开始玩到有点烦躁，哦。哦，我懂，我懂这一局，这个哇呀，哎，翻转了，啊，呀呀啊，哎，往后啊，往墙啊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哦，没事哦，噔噔噔。9秒，我就完成这个游戏了。好，我们这一集 Happy Wheels 就到这里结束喽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